练习，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，这个就是一个感觉，感觉是很主观的。所以你的 assess， 你的评 evaluation 呢，是 based on emotion， 一个很抓不到的东西，可以吗？你的 evaluation， 所以怎么练习 evaluation 的问题。所以音乐有什么组成？我讲对不对？所以我的看法，你应该将你每一个下午的练习，不管你练习，一定要从不一样的方面去评估，而不要说总体来讲我来得很好。那就是一个感觉啊，所以用节拍起练。那我觉得你今天的下午的练习是有效的，有效的，就是 efficient 的，是可以经得住考验，可以经得住 evaluation。下午用这个节拍，你手的动作是在固定的时间里面完成的，所以我觉得，我讲一个角度的问题，一个 perception 的问题啊，我现在是想说，一个 reminder 啊，我觉得我从我走出去到现在。其实你们学到很多观念，我左手应该就是到什么45度，然后右手应该什么这个线出去，那个又进来，什么就是发现了。人家跟你讲，你要左手要怎么样，右手要怎么样，都是一个从看的角度去讲，就是我看你，我觉得你的手，但是你是操作的人，你是那个 doer 的老板，那个是不一样的，那个已经。